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窝。欢迎来到小柴玩具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一个抢手对决，就叫做机器人气球大战。噔噔，就是这个咯。上面呢有两个蓝色和红色的机器人，看上去很厉害，看上去很凶猛哦。那我们打开看一下吧。对，想要看到小柴玩具屋更多精彩的花絮和视频吗？扫码或者搜索小柴玩具屋公众号，关注我们，并且发送视频两个字，就可以看到更多好玩的视频了。哇，有很多彩色的气球。对，我们就拿出来看一下都是什么东西。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眼睛，这个应该就是机器人的底座吧。手柄吗？手柄啊，挺酷的，可以用来拨动旋钮的。来，我们组装一下。好了，我们的气球机器人已经都组装好了。这边是蓝色战队，琪琪这边是红色战队，我们已经准备好战斗了哦。我们只要拨动后面的手柄就可以出击了，然后我们就三局两胜。第一局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三二一。蓝队你辛苦了，他的小爪子还是很给力的。哇，好害怕。那我们其实还有两次机会取得获胜，我要反败为胜。第二轮呢，我换一个喜庆的绿色，那希望红队能够胜利，我们加油啊。是一比一平，还有最后一局比赛哦，我们要决胜轮喽。好，我换上了一个同款的小蓝，我们再开始进行第三轮比赛，开始喽！加油啊！太激烈了！我的头怎么打爆的？我的头飞了，吓死我！天哪，小蓝你厉害！我们最后就是二比一，小蓝胜利。为什么我们的气球连头盔全都没有了？今天这个气球大战呢真的太刺激了，非常的惊险，而且有点吓人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拜拜。小柴宝们你们好，我是琪琪。我是兔子。这个寒假小柴宝们除了看小柴玩具屋，有看什么有趣的动画片吗？我们在优酷上看到了一部非常有趣的动画片，叫做杰利豆，讲的是四只可爱的小蓝人为了吃到糖果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比如说念咒语啊，然后舔冰块啊，然后使用超能力，总之非常的搞笑。现在这部动画片非常的流行，全世界的小朋友都在看哦。希望这个寒假它能够陪伴小柴宝们，给你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哦。